加班下来看，齐飞林旁边路的上山千里前的那列波涛，上山国王是广东东埔地区的首富神，上山讲的是广东吉时央的金山、闽山、特别土山。你坐到驾乘上山国王的文化内涵，我过多年来了解上山国王的历史，当天心中如同上山国王的发言体一点点沉出来哦。泰国王基业金山沙坑前面。归咎总算竟然发现了，更加如谈论阿能嘅镜头向下攀山过岭，去看也上错山。六二十岁嘅天使出生土生松原，六七十岁嘅阿公阿婆行起路来提撇生意。就算路唔好行，唔过大家还是忘记有精神，赞快亲近送眼离场。最主要的意义就是慎终追远，来到三山国王显灵，阴山、灵山、独山啊，最主要的山洞，他修炼的地方来截止啊，来寻根、来溯源。土林田祖庙东片的金山，海拔627米，唐公溪太国王练功的所在。因为沙坑的经验中发现，多见行往桂花开发，也无铺好的登山铺道。行的松阳的往内同水长条路好，实在是东南行。我们两点出发哈。现在1:20，1:20多了，3:20，3:20，然后1:30，好辛苦哦，蛮辛苦的，还好，还好，很好，有信心的，三山国王保佑，有信心的跑到这边来，来了三次吧，来三次才找到这个地方，那个跟金山顶，今年4月份吧，4月份找了很多很快的地方。问了许多人，让前到这地方。视察的多行业的目的地，美国王的发言地闽山。闽山街路有较好行的位，不过贵路的初上都变热行较高，一下无生意出外跌倒的。你这把手，你学呢？都冇简单，去到闽山沙坑口，你国王家边上就伫沙坑地度，大家很爱唱彭岩用的来登数的客送去，很家爱用这里的方式将台湾带过来的神像送上去敬拜。金闽托三初山地度，托山去千古位。海拔有780公尺，太阳出地一片有一个东林的王爷庙，中州的同多天堂国的台牌就是心中出钱去的。不过爱看到王爷，就爱通过避开金山、闽山一两处山，行行两条的铁地抗阴。泰国行的2点钟，泰国去700公里安阳纪录，去了几下前的台牌，才来到土山国王的发言地。连三王爷会连啊，跟住大家会礼拜啊，都系来好多来礼拜。有几多？千多的时间，慢慢个时间。千多的都会长一四日到一半左右。嗯哼。到年尾就有几千人。托山因为靠近发现古树溪呀，上初山地度，比以有强庙本人拜也用的。顺风当地的是雕梁用的梁体，一条建筑物使用的一砖一瓦，包含祭拜的神像，中下可以用人工的方式运送上来。神像啊，是爬上来的吗？抬上来啊。用行路啊？两个人抬。没办法用机器。没办法用机器，都是两个人抬上来的。嗯哼，八几几个时间？这是上当时就是晚上12点就两多少人抬的打锣鼓的打锣鼓。施工的工人却按用当日精神上山做事，按部时条下山做木卡，一日工一日都完工为止。台湾来的乡亲，无论体力还没样貌，带点勤神的心。贵州的苦丁苦虫的也是数据并用，总算是完成一百个潮汕之地。
满足的同三山国王表示敬意的信念，也以为一生人难忘的回忆。下个小话彭金路慈悲殿总会共同的采访报道。